子，你要算谁的命？我要算的是世上王子的命。王子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我不必告诉你。哦，那么算命吧。王子的名儿，你要听。
王子。
愿主怕是满心欢喜来访去，哪知道今把一场城堡劫，一派强去做王女，王子乔装成功去，赤鬓蓝梳相思的，那谁是流泪眼的流泪眼，这要相爱是不能够，早知道王子变成门房子，一种的变作两层子，王子乔装心事梦，那今朝岂能算罢休，古今忙插乱子，意外最难难成。记得那年
香醋宝马，是啊，香醋宝马。
算，不，与我脱了下。母子安居心悲。
想起了杨家家道贫，莫非是无有人前来算命？我本是京都传来的王先生，得到黑人杨家名，大部人家叫算命，民间要算不了你，总等人家叫算命，抬着抬饭的点心，贫穷人家叫算命，不要银子不好分。倘若家中有小儿，先生还要送礼金，倒贴童年年事问，送进小儿门到宾。这先生说话真气愤，急急当当我来迎亲。算是贫穷人算命不要命，我还是请他算一命。快步上前起身门，这是快下爬驴爷算命啊！不啊，我是青菜水瓜菜。先生年纪轻，这流言蜚语，我敢爱难尽。三人高叫无人应，刀叫盆水心不定。难道我今日虚此应？先生一百零，我还是命令你莫将他请，算一算我父的愿望不成。算是官相爬驴爷算命啊！算命，你算命先生来了，你昨天不是听我弟夫说说你吗？妈妈，那位算命先生言道，贫穷人家算命不要人情，还能算出冤枉大事。什么？你这样好的算命先生啊！哎呀，真是累
去回避一下啊。哎，算命先生，我恰要算命，快来快来。来了来了，茂茂在上，见吾曾有礼。万里呀，万里，好像有点面熟。我此时看向走南闯北，这海宁嘛，我是第一次来。妈妈，你一定认错，认错了，认错了。啊，先生，请坐啊。多谢妈妈。啊，妈妈，请问你要送的男名还是女名啊？男名，男名。请报时辰，报时。啊，先生，你坐坐，我去问来啊。男人啊，快把女婿的时辰八字报来。丁卯年，癸卯月，丙申辰，辛卯时。先生啊，我问来了。丁卯年，癸卯月，丙，哎呦，我再去问来。丙申辰，辛卯时。哎呀，对，先生啊，你真灵啊！陪我算来，时辰八字把门明，房子呀孙子起名，别人的名儿我不会算，自己的名儿我算得准。先生啊，你要老老实实、详详细细的说来啊！你要是算不准啊，我就当掉你的招牌。啊，妈妈，我一不搬家，二不奉承，早明则说。妈妈听堂。Thank you.
好我和我女儿杀得一点都不错啊！哎呀，先生啊，你说明不理真噶？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十七算到十八岁。十八岁有梦大难行，老爷子在飞来红，人民官司打在身，民满笑容安享恨，受穷冤命难好像去年看见过一样啊！先生真是个活神仙。我那秋思的怪人，夫啊啊啊！啊先生方才说的诺明啊，是我的国女婿，已经死了三年了。听大哭的伤心，莫非有什么宏愿之事？是啊，既有愿望，何不伸冤告状？唉，我提告状到一半，提起告状我气呀煞。
我母女几次去还愿，男的长大全是大，我岳呀父呀姐告别，都是一顿板子滚着呀。老贼王朝到哪里去告啊？妈妈，我一路迎来听真教，有一个心思千万扯清方，明日去哭到海里，你莫用太监去告状。哪只马儿不踢棍，哪个关公不团长，只恐怕阿元的班子要更厉害，他外观轻松的草堂，天面不是多心急，你们去高唱一定能够胜我王。先生啊，正遇这样的事啊，哦，那我们不妨再去试试，这是也是到哪里去歇场？歇场？我为谁呀？怎么，先生我为歇场？哦，为谁呀？我就去先生替我们歇场场子，定金定金哎！快把金金描花样的纸笔到来。哦，不用，我这里有。先生有。待我写来。这一幅是什么愿望？你怎么顶起笔来就写呀？啊，这愿望嘛，我放在说明已经算出来了。哎呀，先生啊，你说明本领真高。三长老祝愿情，字里行里学来灵，我是写唱词是生门，明日里听教授指我法理。妈妈唱一些好，请看。老太婆发誓是，定睛啊，快拿去娘机器看看写了对不对啊？先生啊，那个姓王大人当真是个清官，清是帅，明是君，不断贴面无私。妈妈放心，便是。哦，我担心我个女儿再挨一顿板子。先生啊，要是这次长子告状，我女婿上了冤枉，我们一定好好来谢谢你啊。妈，哎呀，妈，兰子的字长子写得很好，这是我们家没有人接。喏，这是姐夫留下的一双鞋子，来人这里说就送给先生了表心意。哎呦，我这么乖女儿想得最到。先生啊，我们家道贫寒，目下无钱，喏，这里有一双鞋子，就送给先生表表心意。多谢妈妈。哎呦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先生啊，一扎子一扎子，扎子嘛，我收下一只，还有一只就留在这里。做什么呀？收下子人的夫妻相会。啊！我又要洗卡子，告诉你，告别是不老这个了，说上去没有好啊，妈妈。我爱自信。
须断叹，泪淋淋，莫不是为了动作乱草纲，老爷他苦无良为自见你，我也心为他解愁闷，只不顾女儿家难以去同门，心焦急愧之小冤，恰似为何？彼此见老爷总是愁眉不转，茶饭不思，昼夜不眠，故而在此祈祷苍天，但求老爷把此事以国泰民安。国事艰险，岂能安宁？老爷病着与张文张大人他们素有来往，我不请张大人前来商议。张大人他已经被聂昌斩杀了。此乃国家大事，非你辈可以知晓。彼此生逢乱世，岂能自杀亡臣？朝中奉承公将，几乎两计妙策，尔等贵重色色，休得多言。Yeah.
Thank you.
Thank you.
那还是不应的好。还需早些我在想着明日才来还给娘子。娘子，你今日初到我家，定有许多不便，倘若有事，可免何下前来伺候。何下告辞了。娘子夜深风寒，无需关上门窗，娘子要挑你相生在书房安睡，也能安心呐。四不远送告辞了。吴师傅人来到车上镇，是我陈毅。夫人满醉，夫人满醉。
梦兄嫂抚养成神，如今养育之恩非报，只怪小弟纵策忙于过失，疏于旁反，只是包勉他团战枉法，死人大出，佛法难用。若欲保命，虽无过错之罪，恰是形同虚作。苍天砸了包勉无事，反间穿心，怎能不痛？恐我杀尽四尽千方报灭，拔瓦几缸，怎对得起王恩浩堂？天下期盼伸张正义的黎民百姓，我怎对得起大宋江山？我要怎对得起把我抚养长大成人的少年你呀？圣恩先生机，圣机扬。
写着成恩也要心伤，宽少娘是泪滴，从宽笑是流泪，我悲伤养老种种提成当大年之黑，泪下海浪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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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求你泪
Thank you.
Thank you.
是千夫万唤。
最知晓你今黄土隆中同死
Oi.